接着看到今天晚上13亿的威力彩头彩没有开出，已经连续19杠了。头彩奖金将会累积到下期开奖。台彩估计呢，下期头彩会上看15亿元。如果一注独得，将会是威力彩史上第5高的单注头奖奖金。接着我们就带你关心今晚的开奖数字。